这两套衣服呢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套更好？这套是吧？那我们就先试一下这一套。好了，这就是刚才大家选的那套衣服，上身之后呢就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上面的图案非常的扑克，就是扑克。哦，所以你们又想让我试一下这一件。好，那我们去试一下第二件。